么鬼？进来。我知道你恨你父亲，因为他料事如神。我知道你没有骨气，不敢面对现实。我还知道你给我闭嘴！你最好趁我还没有把你丢出去之前，给我滚出去！你混蛋！你对得起耿家的老祖宗吗你？不要再打了，耿先生，小心你的血压。还有你，他是一个病人，还是你的长辈？你该死！我今天就打死你！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要这孩子给我认祖归宗，你把这孩子给我接回家来。什么？爸，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啊！你个混账东西，孩子是你的骨肉，你想丢到外头不管的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这孩子不是我的，你到底还要我怎样？我只是想要一个公平诚实的对待，而你撕裂了我们所有的信任。你个混账东西，自己做了多少亏心事，我打死你！耿先生，爸，爸，把你心情，耿先生，你心情啊！不能输给死神！我这……你干什么你？妈妈，天哪！都别动了，这是我家。一段远渡重洋的浪漫爱情。多么美丽的春天，你我相聚在今年。你的眼神是我的诗篇。我的心为你跳动，脑海里闪耀着你的笑容，连你那生气的模样和你那善变的喜怒无常，别让我心生荡漾。每当夜晚的时候，你像星星和月光，我不知道你对我怎样。一场结合音乐与爱情的梦幻旅程，让我们尽情的笑，尽情吵吵闹闹，蹦蹦跳跳，哦，快乐真美好。我喜欢跳舞，相信你也爱笑。